傍晚的风吹来我会缝合墙，你出现就能把夜空点亮，不管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，我悄悄为她订美丽的妆，你的快乐是我唯一的能量，我希望每一秒元气满满，穿着精挑细选的情侣衣裳，我们是行走的浪漫，让我待在你的身边，看星光点点，每一次呼吸都变甜，跟着流星划过天边，我们许个愿，每天都有心动感觉，别真生楚夜的气，万一他真不回来了呢？他敢不回来，他要不回来就永远别回来。夏夏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别不开心，正好我想带你去个地方解解闷。不去。哎呀，去吧去吧，省得你在家胡思乱想的。夏夏，别难过，他们最后化成蝴蝶，也算是终成眷属了。马公子太可怜了。他为什么可怜？他们两个不就是青梅竹马吗？又没成亲，哎，凭什么后来者就不能居上了？爱情哪有先来后到这一说？晚到一点就不能上去吗？这台戏中的马公子，并非十恶不赦之人。而且最后得到这个下场也是让人唏嘘。小雅，如果他是你的话，你会如何？我当然是追求爱情了，只要我坚持不懈，反正来日方长，日久见人心，他总会追到我的好的。他这是在鼓励我继续追求他吗？那我还是有机会的。你真的不回来了吗？明明心里有我。早就开始打我主意了吧？我一定要把你抢回来。我先回去取些仙丹，然后再找几个信用想想办法。我不在这儿，你注意着点，控制点你的脾气，我可不想回来替你收尸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心里没数，记住我说的话，别轻举妄动。
秋叶哥哥，秋叶哥哥，秋叶哥哥，你看这里熟不熟悉啊？就是在天宫啊。当时我都是把你的宫殿这么装扮的。也是这么乱吗？乱吗？竹叶不好看吗？把房间打扫干净。啊？我们只剩两天了。剩两天了，这玩意儿到底有没有用啊？要是没用的话，我得想想其他法子了。嗯，哎，姑娘，姑娘，麻烦问一下啊。去岳阳城离这儿还多远？哦，这条路直走，然后再左转。对，救命啊！啊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啊！别跑！救命啊！别跑！救命！小雅，救命啊！好，站住！不，你们两个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人，真是太过分了！我告诉你们，我好朋友是岳阳城的总捕头，我亲兄弟还是县太爷的，你们。借你两条腿，好啊！楚烨，我告诉你们，他是我未婚夫，能把你们送上天，小心点啊！他一个人，我们两个人，看谁能把谁打上天。撤！呀！滚！走！走！不能让他们跑了，抓回去交给阿静。啊！你怎么了？快扶我回去。啊！走。你受伤了，我给你找药去。那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受的伤，在哪儿受的伤，伤得重吗？受伤跟我有关系吗？我以后慢慢告诉你。不行，这样不跟我说，我越担心。你伤哪儿了？伤得重不重？不重。不行，我得去找大夫。哎，李父已经去找了，放心吧。我休养几日就没事了。新到的山曲，进来看看，进来瞧瞧。来看看。姑娘，
店里新到的衫裙买一赠一，进来看看。别烦我。哎呦，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要是穿上我家的衫裙，一定倾国倾城，迷倒多少公子呀！穿得好看有什么用啊？他又不会多看我一眼。你错了，男人都是口不对心，故作清高罢了。姑娘这般容颜，这般身材，若是再大胆点，还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呢？大胆？怎么大胆啊？这是新到的衣服，最衬姑娘的肤色。昨天小雅给我暗示，说我是有机会的，还说要勇敢者才能后来居上。上官小姐暗示你？公子这是准备投怀送抱？投桃报李？他把话说的都那么明显了，我必须得采取点行动来，而且我要一步到位。公子是想……昨天我想了一天，我决定了。先帝更替，然后提亲。公子，你是有些毛躁吧？但是勇气可嘉。上官小姐，阿信，你也来抓药的？我是来找你的，我们家公子想见你一面。去哪儿啊？云川。啊，小雅，这是我的更帖。我不能收。我只是把更帖给你。也没有说你现在要答应我什么。以我的身世，到了年纪，皇上给我赐婚，我们就先互换更帖，这样皇上就不会管我的婚事了，咱俩就慢慢处呗。云川，我相信你会遇到自己心爱的女子的。我现在已经遇到了呀，那天你不是还暗示我说我是马公子，可以去勇敢去爱，还说我是有机会的。那个你误会了，我是给自己打气呢。你是不是看到楚夜了？嗯，他又回来了，所以这件事情咱们还是不要再提了，我怕他误会。那我先走了啊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我这个床上好像有虫子，你能不能帮我捉捉它呀？你连只虫子都对付不了吗？我自己抓吧。哎，楚夜，楚夜，楚夜，我为了你自降身份，可你连看都不多看我一眼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比不过那个凡人？原来阿信到底用什么方法下才能爱上我？各位，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啊，跟这天底下的痴男怨女有关。这是发生在
岳阳城的真事儿。此事发生在锁情山，此山在岳阳城的西北方向，因山顶形似同心锁而得名。据说凡是命中带有红鸾星和天喜星的男女，若能同时将同心锁扣在一起，他们便是彼此的天选之人，一生一世永不分离。岳阳城周围是灵气聚集之地，或许此山真的有灵，若是能让哥哥面对我是他天选之人的事实，他也能断了对那个上官雅的念想。我是红鸾台的御史，小雅是媒人，又占天喜，那我们一定会成为彼此的天选之人。楚夜是不可能跟他在一起的。上官小姐已经将您的庚帖退回来了，楚公子马上也要回来，您还有机会吗？谁说我没有机会？输给他，我不服。小姐平时那么节约，这次居然给楚公子房间全换了新的。楚公子要回来了，小姐心情倒好了很多。楚公子不在，就感觉少了很重要的人。嗯。小姐，时辰快到了，你们俩还在这儿？饭做好了吗？小姐，你也太心急了，还有些时间呢。我这就去做，保证楚公子回来的时候就有热乎乎的饭菜，饿不着他。就你机灵，就你机灵。走。我们的约定已经结束了，今日子事还没过，这一天就还没过完，我们不算结束。你再陪我去一个地方，以后我就不会再缠着你，乖乖回天宫。这是最后一次。我都跑到城门外去了，还是没有看到楚公子。都已经午时了，我还没回来。你说，是不是被什么事给缠住了呀？不会，又是童儿吧？小雅，小雅。小雅，你在这儿啊？今天天气挺好的，我们带你去爬山，散散心怎么样？算了。你在等楚夜是吗？他都没有回来，估计已经改变主意了。我说过，你不要信他的话。我们公子说的对啊，上官小姐，宁愿相信世界上有鬼，也不能相信男人的这张嘴。公子，这话我替你说的没毛病吧？他说什么，你就信什么。你为什么总要做个等着的人呢？是啊，楚夜，我为什么要像傻子一样在这里等你？走吧，出去散散心就好了。
走吧。走。啊？没事吧？我们到底要去哪？就在前面，很快就到了。没什么可看的，回去吧。哎，别！你看那个山顶，紫气浮冠，像是个险胜之地，说不定对你的灵力恢复有帮助呢。我们还是去看看吧。嗯。阿雪，你在这儿等着我们，我带小雅走上去，顺便看看风景。是。走吧。嗯。小雅，既然出来玩，就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。没有。虽然你现在还没有接受我，但是作为朋友，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保护你，不会轻易离开你。云川，你真的不用这样。时间会证明一切。走吧。他有什么比我好的？为什么？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好，即便我没有机会了。
你也不会幸福的。萧炎，萧炎，萧炎，水源法力恢复了，是你？上去再说。你站住！我不会再让你伤害湘雅。你竟敢伤小雅！楚烟，你冷静点，她可是天帝的女儿。啊！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，看看夫君会不会饶了你。我，楚烟，你不要伤害她。她差点伤你性命，我怎么能放过她？我说了，你不要伤害她。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啊！是啊，你看上官雅多大度，童儿，你道个歉。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事情闹大了，对大家都不好。我不用他道歉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哎呀，你就别跟楚爷一般见识了。哎呀，他就是一个无趣、鲁莽、不知好歹、不解风情的死心眼，压根就配不上你，对吧？童儿，你回天界以后，千万不要跟别人说楚爷在凡间的事儿，尤其是天帝。
毕竟楚夜下凡后，失忆才做了些糊涂事儿，那也是情有可原的。但是你明知仙家本分，却惹出了事儿，说出去可是要治罪的。你威胁我？哎呀，我说这些也是为了你好，你自己琢磨琢磨吧，啊。行，既然你都已经开口为他求情了，那保密就保密呗。反正他们两个是不会有好结果的，我还等着看戏呢。哎，公子，您回来了。上官小姐呢？不用管她，我们走。一失足成千古恨啊！就算不爱，也别伤害。楚夜在上面陪她。楚夜怎么会在上面？你们怎么遇到的？走吧。所以，岳阳城的姻缘是你弄乱的？是个意外，一时失手。说得倒轻松，你知不知道你一时失手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？抱歉啊。哼。算了，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，原谅你。所以，我十年前能活下来，是因为他。对啊。不过你现在已经服用了生魂花，他已经对你没用了。那我也得留着，这是我们俩的信物。那，你来第一枚，也是因为姻缘的事情。对。你放心。事情因我而起，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。那是，你要是处理不好，就别想回去。走。怎么不走了？哼，有你这个神仙在，我还走路啊？够了。这个，多吃点。够了。女儿啊，女儿，女儿。啊。哎，不是，你这病啊也没好多久，你不要光给她夹菜呀，你自己多吃点儿。哎呀，阿爷太累了，需要好好补补。她累什么累呀？不就送个表妹回家吗？这路有多远，能有多累啊？对，伯父说的对，你多吃点儿。你也多吃点儿。你吃吧。你吃。哎呀，行了，两位，两位，两位，好好吃饭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真是。老爷。嗯。哎，连理啊，云川来了吗？许大人说他就不过来吃了啊！哎呀，云川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太见外了！不行，我要亲自去找他。哦，嗯，自己家人吃饭，总叫外人干什么？阿爷对吗？奶奶，您吃。哎，弟弟，老爷，你怎么又晕过去了？进来，进来。啊！
我跟你讲个秘密，你千万不要惊讶，听了之后也不要声张，爹爹他们还不知道。嗯，李府和楚月是谁？嗯，你说什么？李府和楚月是神仙，你都知道了？哼，你早就知道了。是啊，我这些天要对你瞒着这个秘密，好辛苦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就我一个人不知道，你知道怎么不告诉我？这哪边的？是不是好姐妹了？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李府说出去会有危险，现在他俩回来了，不就好了吗？我倒要看看，他们搞的什么鬼。嗯，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先把这姻缘乱象修复好吧。你有方法了？目前还没有，不过可以先提升第一枚的说亲成功率，然后再……在这儿，你也在这儿，你们也在这儿。这么晚了不睡觉，你们俩在干嘛？家里住着两个神仙，谁睡得着啊？既然你是神仙，能不能变一大堆金条出来，把咱们家的柴房给填得满满的？你呀，不行，这不合规矩。那你和财神熟不熟？给我介绍介绍。我不熟，他熟，找他。你说这……哎，那带我们俩上天宫看看，比如瑶池啊、南天门啊、广寒宫啊。这也不行，我是被贬下来的，还不能回去。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仙术？就是那种送那种飞来飞去的、腾云驾雾的，行不行？这倒不难，啊？李府，好高，你扶着我点啊。哎，你看那儿。走呀走呀，我们下去玩。我们去京城玩吧。真想去。嗯，走。离不开你，每一件微博
是寂寞。